来这首歌提个转迷情人秘密情人来婆下过来一个来跟我们的叔妹请教一下哎呀请了这回去好不好今天好像在拍那个头发的广告因为头发很黑哪里看到你就要等到三更半暝思念你的心不知你在哪里在你心目中我是怎想你袂当讲秘密的情字这么公平世界哪会这么公平为着要爱你我忍受着一切我来的结果我得到是什么是一种罪我有我爱你一生无后悔请掌声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大声一点跟我们叔妹一起唱哦欧洲特别飞回来的哪里看到你就爱大声一点思念你的心不知你在哪里在你心目中我是怎想你袂当讲秘密的情字一起来好不好世界哪会很好再大声一点再世界哪会这么公平为着要爱你我忍受着一切我来的解脱我得到是什么假使爱你是一种罪我有我爱你是孙淑妹，恁今仔有好无？今仔我咧准备歌的时阵，我讲我今仔要唱一条，我小时候唱的歌。然后我就讲歌名，我的经纪人讲说：“啊，你妈妈有来吼。”我讲对，因为我要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妈妈你无对我讲》。然后呢，大家是不是唔捌听过我妈妈唱歌？其实我很想要邀请他起来唱歌给大家听哇我们高
雄区紫观渔会的理事长夫人哦，这是一位早嫁啦哈，别我跟你讲，郭康梅也是心肝宝贝，好不好？真的吗？哎，而且哦，妈妈今天哦，是因为妈妈爸爸的关系哦，淑妹，你似乎水怪不看了，直接回来了，对不对？有看没看到？对，想要看了没看到水怪，但是呢，他真的是在度假当中，故意丢烂7月31号我们的这个呢啊鱼仙节特别赶回来。对，30号的这个鱼线，所以是不是再一次给我们掌声鼓励？啊，谢谢孙爸爸、孙妈妈、孙妈妈，我们一起喊一下孙妈妈。妈妈，普通时啊，吼，请上台。有请。今仔日吼，一定要跟我。妈妈，你无对我讲啊。唱一句就好。妈妈，唱一句好无？啊，无你稍等下，我叫你哪唱，我稍等下来甲邀请。啊，你慢慢那个杀起来。系，我来甲邀请，我来甲牵起来，安尼好不？好，来来来，嘿。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妈妈》，你不要丢我。好，掌声鼓励，欢迎我们的淑妹阿妹。赶快也要去别人家做点情，好不好？感谢大家。我来邀请孙妈妈。妈妈今天有穿漂亮吗？哦，她不用，她不用怎么穿都很漂亮。来来，女儿这么漂亮，我们来欢迎孙妈妈。来，优姐妈妈。妈妈，好的啦。自细汉，你对我苦苦，是非爱不明，人生无定，站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事事着爱看详细，阿妈。你到底话拢有听？人生的路途，阮步步小心行。妈妈，我有你无一定对我讲，爱情的路这歹行。希望我们淑妹哈全心全意表现这首歌，哎，她在台下静静的听，然后你们大声的跟我们淑妹一起唱，帮孙妈妈一起唱，好不好？好，我来算一两三，大家做伙唱哦，一两三。自细汉，你对我苦苦，是非爱分明，人生无。站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事事着爱看详细。阿妈妈，你到底话拢有听？人生的路途，阮步步小心行。妈妈，所有你不一定。爱情的路这歹行，三个多钟头的等待，是的，等待我们淑妹的出现，值不值得？值得，好好听，耶！好，我们准备喽，最后一趴，我算一二三，
一两三阿妈妈，你个电话拢有听，人生的路途，阮步步小心行。妈妈，怎样你不离去对我讲，爱情的路。第十六届你甲看安尼，迄排行老二。爸爸，哎，恁到恁恁姐姐嘛，即老唱吗？是哥哥啊，姐姐，姐姐嘛，我也是姐姐啊，弟弟也这么会唱。嗯，他们有兴趣，很爱唱啊，跟妈妈一样哦，妈妈也是很爱唱。所以这个歌喉是有天生遗传的。我刚刚要邀请他上来唱，就是要让大家证明，真的我是后天努力的。因为妈妈说哦，她希望你全心全意，不要干扰你啊。我看我爸爸坐在前面，对呀，理事长啊，你哇，唱歌很紧张哎。真的吗？爸爸，你是在紧张啥？就紧张哎。你是在紧张讲输咩歌，输在唱唔对了。哎呀，我跟你讲，伊这算歌精啊，你知无？歌精啊，你看这个十二岁，在这个三立的这个比赛，是的，李泽冠。哦，人啊，二十关，你讲什么？得头第，你第一名、第二名，你讲第一名得两届、三届、五届、十届，算最厉害。对。哎呦，这里啊，二十届拢是第一名啦。是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有在看，看到每个小朋友，只要说是孙叔妹，有没有都没有谁人想要来参赛，你知道吗？没人要来比赛啊，对不？比赛的话，而且他很认真，那时候你看乌丁庙。阿哥最近新的这个阿布，这个都是大家哇看到叔妹的这个在唱歌以外的一个另外才华的表现。阿哥今到八大的台湾好歌声，对，跟我们贺一航大哥辛苦你了。跟他不是小贺哦，一起叫小贺哦，一起叫老贺啊，老贺啊，对不？哎，贺伯啊，对不？哈，哎，还是讲你还要这个。配合他，那我也觉得他可能跟每一个艺人，可能是你最 OK 的啦。真的吗？比较，因为你的这个呢，歌声可以补足他的缺陷嘛，两个算互补啦。是是对对对，所以呢，你看叔妹在这个演艺之路其实你说他顺遂吗？其实他也努力，他非常的努力，还去念这个设计的这个呢科系，把自己的衣服啦，把自己的他也有设计自己一些衣服，对不对？是啊。有你起码那一波才当做潮。潮牌的衫你有无？没有没有，其实我大学是主修流行设计。对，流行设计。可是因为我在学校啊，因为我们分到的组，我是吃三个嘴。吃三个啦。安尼要有吃三工就欠工人可以啦。你那时候华冈艺校毕业？对，高中的时候是华冈。高中是华冈，然后后来去念树德大学嘛。是的，对，科技大学。对，科技大学。对，歌唱的棒。还有那个芭蕾舞跳的没有啊，其实小时候是姐姐学芭蕾，然后我在旁边看，可是她不会劈腿，结果我会劈腿。你看麦啊，看下个芭蕾。我这这就是讲哦，人讲出戏要吃几多饭的，就是安尼啦吼，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啦。看结果我嘛会晓。啊，不过劈腿劈到这阵啊，无半个男朋友安尼啊，阿爸，会使交啊吧？会使交未？好，会使交未？啊，应该足侪人，一定足侪人啦。我刚刚摇头诶。迄个紫冠遐，应该逐天拢有人去遐拜访啦吼。迄新马啦、水果啦，食袂完啦吼。大家拢想讲，我会当做丈人爸无安尼啊？伊心内一定咧想讲，刚来我举车啊，伫外口等。你那个零八就给他踹下去啊！那样好不？其实叔妹呢，她的才华就是我们观众朋友，还有她这么可爱的笑容，这么亲切的一个作风，都是博得大家对她喜爱。这个至少二十年有没有？李占妮，李占妮，叔妹是不是越来越棒？谢谢，掌声哦！
对，来，那希望那个淑妹在2015年的这个年底发行那个纪念档，2016年的，但是它是日期是12月31日的，但是剩2016的发行的，纪念档的这个碰椅啊那样，一个人的沙发，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歌曲还是说什么样的一个计划？计划的话，就是因为其实每一年都会发一张专辑，现在在筹备当中。我看你20几张了，20年20几张下来了，哎，对，真的算多产了。然后希望能够多进修，然后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的东西。用功的艺人就是这样，这样才能够撞击出不一样的火花，对不对？嘿，大家要个反支持不？有无？哇好、哦、来謝謝你看看一个给林秋林今天在台上依然在这个呢啊10点多的时间还唱歌给大家听，是的，为了爱他的歌迷，也为了他爱你们，对不对、啊、好，那么呢希望呢我们淑妹就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这首歌是一首轻快的歌，對，叫做告示你就知道，告示你就知道，所以要出唱片的这个计划不可以先跟您说，告示你就知道了，對對對，好，谢谢大家，继续给我们支持好吗？来，掌声！谢谢，告示你的真意。谢谢。OK。带来这首歌曲，轻快的歌，摇滚的歌。等一下，希望大家把手借给我，好不好？前面有收到海报的朋友，请举手。哦，都还没有收到吗？那没关系，我今天有带一些要送给大家。手举高，举起吗？年轻啊，酒醉。手举高哦，欢喜的相遇，老友记。手举高，想个重要的代志，就是爱自己。我的心无自己，自己袂放弃。一样啊，听到你们的尖叫声。爱就是我心思意，我想活。我等一下呢，唱到副歌，大声话，大家一起唱，加油加油，好不好？好，喊的最大声的，别把送给他哦。一起来。一起来尖叫声！爱就是我心思意，一起来啊！多鲜活，加油加油！我真是哦，我看过，今天日子也温度三，我享受着快乐乐的我，一起来多鲜活！青春的脚步趁钱吗？你不通搁在边仔看，甲阮做阵行，一起来，大声喊，加油加油！不管别人要安怎看我，穿着水水的运动衫，我享受着快乐人的我，一起来，大声喊，咱一群人，向阮的心飞到天边海角。青春的脚步趁钱吗？你通搁在边仔看，甲阮做阵行，谢谢。哇好，哇好不好听？加油！告示你就知影咧哈。结果我刚刚报歌名，他
下错歌，我还是唱对耶。哇塞，这个行了，功力深厚。没有没有，这个没关系，只要这个大家喜欢听哦，不管对不对，大家都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嘛，好，别脸色哦。哎，来，所以你看哦，这个不管什么样的歌，在熟妹的诠释之下，你看不管轻快的，对，哦，或者是像刚刚那个亲情的、爱情的，哇，听起来就是很过瘾，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不愧真的是小天后，哇，哎，尤其哦，哎，我刚刚听了你这首歌之后，才真的觉得说，为什么你的官方脸书叫做打不倒？哎呀，一直打不倒，一直打不倒，因为公司就是打不倒啊。哎呀，乾坤唱片一直打不倒啊，那个对啊，对对对，经纪公司。公司对哦，所以呢，阿姨的这个叫一直打不倒啊，哈，也希望呢大家一直都支持淑妹，好不好？所以呢，未来的日子，未来的唱片，虽然讲咱台湾唱片真正吼有较辛苦啦，歌声较辛苦，哎，但是呢，好的人才，好的歌声，爱家留伫台湾，好不好？好不好？好。那么我想今天最后的这首歌曲一定要来是压轴的，压轴就是刚刚介绍，然后他们播错的歌。叫做恭喜你就知哦，好来恭喜你就知吼，咱希望明年咱的这个呢，苏妹会当过来，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来一起帮我们，大家再见。无到最后一个输赢，轮袂好去。无归你有相当的本领，晓得为你是我爱的代志。啊，你的世界我是第一。我要观察大家有没有把手机关。有百个人在追过，但有消息。这罪孽，不管辛苦拢是一句。若要叫你声，嘛爱有实力。我会去听听你的故事，啊，你的故事。我已经做你不顾一切，你就是你。我不是我今天是不美的表白，尖叫声！好大你就继续，我会予你了解，幸福卡无的失败。一起来尖叫声！声音给我！一起来！准备咯，我说到尖叫声，大家要非常大声，好不好？一二三，尖叫声！恭喜你就知，知影我明白，那不归宿我一辈子不会过摇摆。恭喜你就知，知影我明白，我一把你就继续。
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大家，再次给我们阿妹热情的掌声，谢谢，谢谢她精彩的演唱 ，OK， 谢谢。